这个是星期天的早晨。路上没有什么车，一样的，我还是被 lockdown 在这间酒店里面，倒数还有大概7天，加油。通常听到警察车声呢，后面一辆巴士呢，就是像我们一样，就从外地来，他会有一辆警察车，就把他们带到来这里酒店。是的，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3辆巴士，4辆，总共有4辆。哦，好多，后面还有5辆。这些都是他们会进来 check in，就很多人下车。在酒店呢，我还是一样可以在用手机做工，不过就有很多不方便，就是可能因为一直以来都是用电脑工作呢，所以就会发现有很多时间呢会比较慢了下来，就是因为手机和电脑的不同，就是电脑呢就可以很快很顺手的就把那个东西就打了，然后放上去。因为我其中一份工作就是要做 programming，然后 programming 其实用手机是有些 app 还是可以用到来做 program 的，不过就是像我们的那个系统呢就很难联系上，因为酒店用 data 和那个酒店的 wifi 呢是它的那个速度是没有这样快，所以就有些 limitation 在这里。不过如果是因为这一次呢，也是我没有想到那个我会进来这国庆的时候呢，会被lockdown 10天在酒店，然后4天会要在家里，就是被 lockdown。我以为就是就是做了 swab test，然后觉得人健康就可以自由活动，就没有想到是会要那个被 lockdown 的。然后，不过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就是在这个几天下来呢，被 lockdown 呢，就发现原来其实人被关着，如果没有东西做了，真的会有些人会胡思乱想，就可能会有些人，因为之前我就听那个这边的那个医护人员呢，就说到有前几期呢，就有一些人在 lockdown 的时候就想要逃跑啊。然后逃跑了之后被抓回来了，然后又被隔离去另一个地方，然后有一些呢就是在房间里面，可能就是家庭啊，就几个人在家里面，然后因为地方太小，每天看到的话又没有东西做呢，就可能会引起一些家庭的纠纷，就是可能吵架，然后闹得很不好，然后就每天那个一直在活在那种压力里面，就很就是变成感情方面呢，就是因为有时候他没有一个私人空间，因为就是一个房间这样，你可能一家人在里面就每天看到就看得不开心，吵架，然后也有一些就是好像有患上了一些就是
啊精神压力，然后就会啊在房间里面胡思乱讲啊，胡思乱想，然后就乱乱喊啊，然后啊工作人员也是啊听到了之后就赶快啊就上来帮忙，然后叫救护车把他们送去啊比较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啊想办法医疗他们或者是隔离。其实他们其实我们的这些就是全部被隔离呢，其实大多数是可能是健康的，没有病的。不过因为啊为了预防，因为我们潜在身体里面那些病毒呢我们也不知道啊其实会发作，所以啊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里面讲，就是啊14天是潜伏期，如果是会有发作，可能在这14天里面就会出现那个一些状况。所以也是一个很好，就是 lockdown， 就是大家可以保持距离，然后就不会如果有什么状况呢就可以直接马上治疗了，就不会想拖得太久啊，或者是有些人认为自己没有病啊就不要看医生，到最后就除了自己还影响到很多身边的人哦。嗯 ，OK， 我继续啊上我的课程和做工了。又到午餐的时间了，时间过得太快了。这个是好像是酱油鸡，有木瓜、长西瓜，还有菜。时间过得太快了，今天的晚餐已经送到来了，这就是今天的晚餐。今天的晚餐有这个不懂是什么，看起来是应该是辣椒鸡，两块木瓜，有青菜，简简单单又是一个晚餐了。大家好，欢迎回来啊今天我要开啊另一罐这个就 Desi Space， 不过这个是属于啊这个啊丹丹和 coconut 口味的，所以我来试看它的味道和之前的 caramel 有什么不一样呢。第一，首先要 shake 这个，如果你在看三色奶茶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下面是青色的呢，就是属于这种丹丹口味的。就摇拌啊、摇了那个它均匀了就可以开了，就 gas 喷出来了。它味道很香，就有那个斑斓的味道，如果你们喜欢斑斓的这个饮料呢就可能很适合你们。OK，这个就是 Daisy Special Banana Coconut。所以呢它颜色呢这样看起来它就会比较属于偏那个青色，就有点偏青。然后如果是你在外面茶餐室喝呢，它下面那层呢你会看到是属于青色的，就这层是青色的，然后这是奶，然后奶上面呢就是茶，茶上面有一点点冰块，所以这个是 Daisy Special， 就是三色奶茶。所以为什么它三色这样特别呢？就是因为它的就是做出来是没有搅拌的，就是下面是青黄，青就是白，然后这边就属于偏巧克力，就是茶的颜色，所以这个是另一种的三色奶茶。来试试看，真的很浓那个斑斓的味道，而且它的那个可以嗅到它的那个奶香味。这个味道呢就比较偏那个有椰子就椰香，还有就是斑斓的味道。然后昨天喝的那个caramel 味道呢，它就是比较偏嗅起来就很像 caramel， 就有点有类似那个珍珠奶茶的味道。不过这个呢
就比较不像真正的奶茶，它有偏向好像有椰奶的味道。嗯，喝起来滑滑的，很顺口。好喝。嗯，如果是 compare 这两种呢，我觉得这两种我都喜欢耶，因为各有千秋。就昨天那种就是属于比较偏向如果是那种要比较接近珍珠奶茶，就不是珍珠奶茶，就奶茶的味道就接近。如果是你喜欢喝奶茶，就是纯奶茶，就昨天那种 caramel 是很适合你。然后这种呢，就是比较偏向那种，就是你喜欢喝，那个味道会比较有一些特别的香味，就好像斑斓味道啊。因为在我们亚洲呢，就很多人就喜欢吃用这个斑斓叶做的那个食物，就好像一些糕点啊是斑斓的啊，然后糖水啊也是放斑斓的，然后甚至椰浆饭也是有人放斑斓叶进去煮椰浆饭，变成一个很特别的口味的一种椰浆饭。所以这个斑斓呢是已经是在亚洲或者是可以说是马来西亚里面呢，就是很多人都是很喜欢这种味道。如果是你也是喜欢斑斓味道的，这个真的我会推荐你试试看，这个可能就很适合你。 OK, Cheers。哎嘿，现在我要做这个开箱呢，就是 Jack and Jill Corn Crush Cheese, 就是它是这样一条一条的。这个呢 Jack and Jill 这个包装呢，可能我很少接触那个这种薯片，不过这个好像是我第一次看到 Jack and Jill 出这种诶。你们是不是已经有看过这种呢？我第一次看到。OK, 所以我看到的时候呢，我就直接快点按订购了，因为我觉得来试试看。因为通常这种呢，我吃过就是有其他牌子啊 ，T 牌子啊，还有其他牌子的。不过这个我们试试看，开包看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这个是马来西亚出产的，然后是在柔佛的货，所以这应该不是很新的东西，不过是我对我来讲是很新，来试试看。这样我就开着一个小的洞口，哎，就这样，它是一条一条的，就有点类似其他牌子也是有出这种。很脆，而且它的 size 呢是比较这种比较幼，所以吃起来你不会觉得太那个太腻。那这个料这应该是不错，来看电影的时候吃。它的芝士口味呢就不会很浓，不过你可以知道它的那个艺术薯的味道，因为它是一个 corn crush 来的。 corn cows C-U-R-L-S cows corn cows, 它最初是这样。很脆，它不会像其他那种有些你咬下去你会觉得好像
那种棉花棉花，这它还有口感，还是脆脆的。吃薯片就像是脆脆的那样，而且嘎嘎嘎声很爽。哎，很快的又是另一个全新的早晨。这个是今天的早餐，有 scrambled egg， 有黄豆，有面包，有 sausage， 还有一个茶。今天呢是我这里的第八天，就是一个星期刚刚好。就是上个礼拜四我来到这里，然后现在是星期四，所以底下他们会安排我做第一个 swab test， 就是在应该是第二个 swab test， 就在酒店里面的算是酒店里面第一个 swab test， 因为第一个 swab test 在机场，然后现在是第一个星期之后再做swab test， 就把那个棍插进鼻子，所以就他叫我早上起来早点起来，吃饱饱之后呢就等他们电话，他们就会带我去做 swab test， 希望一切安全平安，因为大家健康是最重要的。现在我们呢每个人在排队，就是要进去这个做这个 swab test， 然后做完 swab test 之后呢就可以回自己的房间了。刚刚就做完了那个test， 就是第一个就是插喉咙，从嘴巴进去喉咙，然后第二呢就是插鼻子。这次呢他插我的鼻子呢就用了那个首先是从左边的鼻子，然后拿出来之后再放右边的鼻子，所以是通了两轮，所以就这次会感觉上就比上次的就有平衡点，因为上次只是通一个鼻子，只是通了两个鼻子，现在呼吸好像别的顺畅了。然后就希望检测报告是安全健康的。刚才我一回来呢就赶快先去那个直接把衣服换掉，然后去冲凉，冲好凉之后呢才拍这个视频，因为我觉得刚才接触的人也是很多，然后就是会因为那个他们在那个医护人员也是那个会接触很多人，所以为了大家的安全，我还是第一先把自己照顾好，就是一回到酒店呢就是衣服脱了，然后拿去洗，然后冲凉，然后才干干净净的才进房间这里。回来一下，又到午餐时间了。今天的午餐有咖喱、西瓜，还有菜。然后今天的水呢是白开水，是来鸡。OK， 开餐了。今天早晨下了一场很大的雨。现在整个城市是阴阴凉凉的，而且可以看到那个风还是很猛。然后这是沙捞越河，有机会的话我就带大家去看整个沙捞越河。晚餐送到了，这个就是晚餐。晚餐有什么？有一粒干，有 fish fillet， 饭和菜。 OK， 今天吃这个。这个是第九天的早餐。第九天早餐有咖喱饭，这是菜加一点点三八，有炒饭和鸡蛋。
吃早餐哦。今天的天气有点阴阴的，看起来好像今天下午应该要下雨了。今天是第九天在酒店隔离，明天就是第十天了，然后第十一天就在家里，到第十四天就可以出来外面和他们一样自由自在的在这里可以拍照，是不是很开心？OK， 现在回到现实，就是又在隔离了。一个小时前才预测会下雨，终于过境也下起了一场大雨。雨过了，又会天晴，难道这就是人生吗？第九天了，午餐时间，叮叮，差不多每天都，没几天了，就差不多都一样，这是咖喱鸡，西瓜，茄子，饭，这个就是刚刚我，就前几天了，就上网订的一些，杂粮，就。幸好他是今天送过来，不过如果是明天或者后天呢，可能我就 check out 了。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是一些我发现古晋的超市里面卖的一些比较那个有很多古晋的零食，就买了来给大家看看。OK， 我们来开包哦。这些零食呢，等下我开了之后呢，要拿去洗一洗，因为很多人说就是就杂货店里面的东西就很多，可能很多人摸过，所以等下开了之后拿去洗一洗，然后再来开包。它绑得很紧，它是以。另外一个他应该是承包的公司寄过来的，你刚刚他打给我，他说是另外一间什么公司送过来，他是从大关的 那一个分行送到这里，是 follow on 就包案这里。哎，这整个是他的收据，所以我们来看一看。我还以为很大本，因为我想要有一本那个就是记事簿，我以为是比较大本的，原来是这样。因为上网买是看不到他写的 size， 所以这个是记事簿。然后还有一个一个驱风油。还有送我的一些红包袋，这个是一个很古晋的一个道地的零食，是这个丽华面出的，对，买了好几个。都是一样的，这个丽华虾味干捞面。这个呢是因为我看到它是一个就是喇沙料，它是这样子的喇沙料，然后这个我觉得就是买了可以当做手续送给人，也可以就是如果是想要吃的话可以拿个在家里煮来吃。然后这个呢是一个
一样的，这个立华面公司出的一个喇沙，它是以这快手面做的喇沙，然后这个呢就是少爷的白喇沙，所以因为不只吃过，所以就要试试看看这个是喇沙好吃还是沙拉白喇沙好吃。我买了一些咖啡，然后还有这个就是这个啊、应该是印尼的一个啊、薯片，它是以那个炸了的薯片上面放一层那个巧克力啊，这个是啊、冰棒饼，然后这个是啊、这个是本地就是啊、古晋出的一个 cheese stick， 就是小时候我很常吃这种啊、饼干，所以就怀念这种小时候的饼干，我就买了。然后这个是啊、那个他们叫啊、碰面，这是一个古晋的土产，它以前我妈妈买过，就比较大片那种，不过这个我看到它是迷你型的，所以是买了大家试试看 ，OK， 所以就这么多 ，OK， 现在准备拿这些去啊，把它外层就清洗了之后，我们等一下等它干了再开包。这些呢就是刚刚清洗过，我用啊热水啊清洗了，然后就。给它在这里干一下，然后还有之前啊吃剩的还有一些些，所以这个就是今天的啊开箱，所以在试看吃的那个之后呢，我会再做另外的影片。哎，大家好，我每天。的那个啊，看到的东西呢，只有这个小小的一个窗口，然后就是面对的这个四幅墙，所以啊，还有一个就是电视机，然后啊，其他东西呢，就可能就是靠上网啊，打电话跟家人联络，就是啊，就24小时都待在这个地方。就除了啊，在第二天我出席啊葬礼之外，然后还有就是第八天啊，我去做了那个啊 COVID test， 又回来这个房间，所以这就是我生活的啊10天都在这个地方。这种饼干呢，就是下午茶。不懂你是不是和我一样觉得，我就喜欢这种饼干。这是今天的晚餐，用了有柠檬一片，一粒苹果，还有就是榨菜。是第10天的早餐，就是炒米粉、鸡蛋，然后面包和一个 muffin。10天的午餐有长豆，有这个是姜葱鸡、无瓜，还有个饭。吃午餐哦。如果今天是最后一个晚上在这里隔离啊，这个就是一个最后一天在这里吃的一个晚餐。诶，还蛮啊、特别的，这个是鱼柳咯，因为每天吃了看那样子就知道这个是 fish fillet， 然后诶就是我觉得很特别，就是有 banana cake 吃。banana cake 还是就是我还蛮喜欢的这个 banana cake。然后还有杂菜饭咯。今天的重点就是 banana cake。
两片呢，咦咦，嘿嘿，这个是今天在这间酒店最后一个早餐，因为已经可以正式的回家啊，在家里做隔离，因为在家里啊，因为我做啊那个 test 之后啊，他做完已经跟我就啊做完就收到电话，就说啊我可以进行住家隔离了，所以这个十天在啊酒店，第十一天早上呢，我将可以啊，就是他们会安排车给我，或者是我自己安排啊车，就回家做隔离。另外四天，如果是这十四天做完之后呢，这个就可以拆掉了。所以这个就是我第十一天啊在啊酒店，所以啊。底下九点半我就要 check out， 就可以直接先回家了。嘿，大家好，今天我要做一个就是沙拉叶的一个零食的开包。这个沙拉叶零食呢，是很多这种可能啊在啊沙拉叶土生土长的人都可能很常都会吃到的一个零食，就是在啊。那个学校小商店都可能会有卖的一个零食，就是这个，这个是一个啊，利华面的一个啊那个干面，所以它是利华虾味干吃面，所以这个它的啊大包装，所以我们来拆开变成一个小包装。是这样一包小包装，所以这个小包装里面呢，它就是会有那个啊，你猜猜看它里面的面是怎样的呢？它是虾味的，这个有虾味的。然后啊，以前呢，小学就觉得，哎，这个就是一个好像啊小孩子放风筝的一个面，然后有些人讲啊风筝面。哎，我们来拆开看。如果你在啊那个有些地方呢，就好像如果在西马呢，你就可能吃过那个叫妈咪的面，它其实是类似和妈咪一样。因为这间公司呢，一方面呢，它是自己本身都有出产很多这种啊干捞面啊，还有那个啊快熟面。所以 OK， 开包了，是这样的一片。OK， 它和那个啊、另一个牌子妈咪啊什么不一样了？就是妈咪可能里面它有一个调味料，就是那种放新鲜的那个粉啊。不过这个呢，它已经啊、它的面在烘干或者是啊、那个做到它脆脆的时候呢。里面已经有调味料一起了，所以它已经是带有啊那个味道，不过它就不能啊，就不像那个啊那个妈咪一样，你可以调变成一个辣椒味啊什么味，就只有一个原汁原味，就是虾味。嗯，这个很脆。它真的很脆，因为它的那个口感啊，就吃起来比其他的这种面条的那个这种干吃面呢好吃。就这个牌子呢，它还有一种是小包装，就比较小包，不过我在那个那天我订购的时候就没有找到，就找到这种 OK， 它是讲一片，就是拿那个就是这种，其实它就像我们吃的快熟面，只是它把它啊烘干了之后就变成一个零食。这种零食呢，其实
你如果去戏院啊，你可以带进戏院吃啊，可以一边看戏一边吃。然后朋友聚会啊，就可能聊聊天啊，或者是去旅行啊，路程没有东西做，想要咬一些东西，因为它这个很脆，所以咬起来很爽口。你就觉得哎，因为它一包里面也啊不是很多，其实你这样咬着咬着，时间就过了，而且啊，如果吃多的话可能会饱，因为它是属于面来的。很脆，这是一个古晋的土产哦，因为它是在这个古晋五里那边做的。就是这样一刀，你喜欢吃吗？帮忙的。今天外面的阳光很猛，我天上也是有些乌云，所以今天是我最后一个早晨在这个酒店，我将会 check out 了。嘿，现在我准备check out， 然后去楼下看看他会给我这四天要做一些东西，所以今天是第11天，接下来还有多3天，我就可以完全隔离，然后就可以去办一些事情。Belum lagi beri release order, gelang tidak boleh dipotong. So, dapatkan RO dulu, baru boleh potong gelang. Saya akan kembali ke rumah, sekarang sedang berada di rumah sakit.这个就是古晋的龟爪，龟爪里面呢就有很多那种肉，还有就是这种豆腐皮，还有鸡蛋，就是卤的鸡蛋，这个就有点类似，就像是槟城的龟爪汤。OK， 这个是龟爪。家的每个8点到10点，早上和晚上都需要打卡，这个就是跟少爷卫生局说我们还在家。这个就是水饺，在西马呢就可能叫做云吞，就是古晋呢是叫水饺。哎，这个就是水饺了。水饺呢，它是用水饺皮包，里面是用多数是用肉，来鲜肉来包成的。好吃。嘿，大家好，这个就是高捞面。
这个高方面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高方面是属于比较直的，它是直面高楼面。因为高楼面有分两种，就一种就是啊，那个比较像美肌面的 QQ， 这是 Q 面，这个是直面，所以它面是比较直的。然后这个是啊，是没有放叉烧油的，是白面哦。这个呢是我做啊，就从那个 GrabFood 那边 order 过来的。因为啊，我发现呢，就是啊，其实要吃高楼面呢，在啊这个隔离期间呢，最好的方法就是有人把它寄到你家里家门口，然后你去拿，这个是一个安全的方法。然后第二呢，就是我就啊觉得啊这样子的那个方式呢，就是啊可以选择了之后才去买，就啊那个可以省很多时间，因为在这段期间可以做别的事情，然后有别人帮你啊送货到你家，嗯。不过就啊，在订购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些啊小故障，因为啊我一次订呢就订了几样东西，不过它就刚好就漏了这个面，然后还好就是我啊去他的客服那边就跟他说，哎，就是我还有一个面没有寄过来，所以他就啊也是很快，在一个小时里面他就再把那东西寄到我家门口了，然后就啊那个。啊，就直接那个完成了整个订单。其实在啊，如果在古今的人呢，吃高楼面呢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很多人都是吃到不要吃的一个东西。不过如果是好像我们这些游子啊，就啊从啊古今去了外地，然后在外地呢就会很想念这个家乡的一些味道，所以一下回到来呢，就第一个想的就是，哎，就吃高楼面啊，吃喇沙啊，吃拐杂啊，还有一些很多很多，就是啊家乡味的一些美食。如果你是啊游子的话，你会不会想念这个是你的家乡味道呢？如果是的话，在下面请按赞哦。哎，今天是我在家里隔离的第三天。然后发现就是在家里吃的就是不一样，这就是有家的味道。这个是妈妈煮的啊苦瓜汤，她说可以吃凉了。然后还有这个就是姜油肉菜，很好吃，开动了。哎，今天是啊，这个隔离的第14天，明天就可以脱离了，所以这个明天就可以剪掉了。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早餐呢，就是由我妈妈煮的，这个，就是古晋人也是很喜欢吃这个面线，这是面线，所以啊、有很多煮法。今天的妈妈是煮啊，这个有面线，有鸡蛋，然后还有就是啊，这个啊，鱼饼。